宝们，你们看这个是啥呀？我第一次见这么奇怪的海鲜，这个虾长在了这个蜗牛壳里，是不是应该叫蜗牛虾？第一次吃啊，哎呀妈呀，这个肚子屁股都在这个壳里了，好臭啊，应该是吃这一块是吧？嗯，妈呀，带点料吧，没有料我可能要哕了。其实还行，我觉得倒没有这么难以下咽，就是有点，就是自带的那种海鲜的腥臭味儿，有那么一点点。特别贵，这买了几个？一二三四五六，买了六个，花了400多。都快赶上跟龙虾一个价了，不能浪费啊。嗯，还行，吃惯了还行。家里有条件的宝宝喜欢吃海鲜这一口的可以试一试。